任何事都是从一个决心、一粒种子开始，身为老师也不例外。我们投入教育工作，那应该有具备三颗心，是哪三颗心啊？老师心、菩萨心、菩萨心。老师心、父母心、菩萨心。一切唯心造，运用各种教学模式方针，无疑是用爱作育英才，最终这爱也会回流。你把善的种子还有好的观念，爱护别人，然后照顾别人，那样子的心还有行为，一个一个传下去，总有一天那个爱会回到你的身上。七所美国慈济人文学校的老师和行政人员齐聚参与教育人文营，也颁奖肯定教学五年、十年及十五年以上的老师。如果学校就像一艘船，那么老师就是知识的舵手，下一代的领航者。大爱新闻真善美志工向才荣、陈建华，美国报道。